为什么你的声音突然变温柔了？因为场上的时候才能凶。Yeah.
要跟谁？我可以跟全体吗？我都喜欢，我都喜欢。我好像有一张这样。我喜欢你这种人，真的，你都会做人。那你就站那。那我们要怎么拍？就我好啊，那。你到底哭完了吗？不要说你了。那个苗栗县的张老师，你的学生一直在我们休息区哭了，哭不停啊！哭啊！怎么办啊？你的学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会来救他吗？哭一直哭啊！来来，哭！一块老师，走心都走回苗栗了。哭为什么没有填出去？每次都是光光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后来就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上大学智力会退化？要没有。
北市荣获亚军，屏东县荣获冠军。好，请我们两个球队的选手给他们掌声鼓励。男生两码，女生两码。火车有卖铁路便当吗？我真的很饿，他说他在哭。然后跟大家拜拜。看左边，左边。OK 啊，报名费2000块，我就当是买笑话啊。我不知道他可以吃的几次。你又飘吗？比完赛就是要补充蛋白质，一人吃一份刚刚好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师 ，I love you。I love you。I love you。过马路小心嘞。